常过来取个票，这个正常。好，出发了。现在已经到了，就是这边晚上的9点钟，刚从里面取完钱出来，时间还是挺方便的，不用换。现在都是去酒店睡觉。这里感觉跟菲律宾差不多。已经到了，人还没下来。他们这个样子的话是泰国的那种装修风格，有点像我们家里面90年代那个床，真的不知道有没有人睡过90年代那种床，那种老床。但是他们这跟我们国内有时差，一个小时的时差。国内现在估计都11点了，这边才10点多。后面好像看到了一个腰子啊，我现在看谁都像腰子。先去吃饭。这边人的英语也很差，我刚才找人家买个那个电话卡啊，人家听不懂。这里有个711，这边买一张。还有菲律宾的吉普尼，哈，唉，这里人还挺多的，随便。这边有一群，这应该不是妖，一个其他国家过来旅游的。看见没有？我要找的妖子。饭我就不吃了，哈哈。这条街感觉还不错，刚才看到一个鸭子，我没拍人家，因为边上有一个外国男的在那里。人倒是挺多的。这边吃个东西啊。刚刚那家关门了，只能来吃路边摊了。吃个这个吧。挺实惠的，50，相当于是10块钱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吃啊。先替大家尝一下，怎么样？出去探索了一番啊，有没有什么新发现呢？哎，幸好来了这清迈，哎，我们先找到腰子再说吧。哎，暂时就住在这里吧。哎，说下刚才什么情况呢？哎，这个地方呢，腰子是有，但是好像没有菲律宾那么多。哎，明天出去找一下。这就有点扎手了。